刘强东和张泽天据传近日现身美国，有网友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家超市偶遇两人，张泽天印象明显。据说刘强东一直牵着张泽天的手，非常恩爱。虽然经过此前的明州事件，但是两人的感情似乎并没受到影响，依旧恩爱如初。华人看世界，尽在好视频。